站住！去哪儿啊？我去那个后花园散散步。去后花园散散步？这些天你一直都在外面散散步。小薇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小姐要去哪儿啊？说呀。老爷，小姐去花园逛逛罢了。还是去花园逛，哼，去花园里逛逛会晒得这么黑吗？啊，你把手拿出来我看看，拿出来。去干什么活了？这么粗糙啊？小薇，你是不是偷懒没有照顾好小姐？不关小薇的事，你不要责怪她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家里任何的事情都不需要你来做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啊，整个是一个穷人。你说富家子弟能看得上你吗？我不稀罕什么富家子弟。我告诉你，婚姻之事不是你稀罕不稀罕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婚事我来做主，我说了算。你只要点点头就可以了。老爷，轿子准备好。爹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现在还得到外面对那些富家子弟阿谀奉承，我这不都是为了你的幸福吗？我不要这样的幸福。不要再说了，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在家里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画画，好好的弹琴。你们听着，一旦你们给我放走了小姐，若是给我发现了，拿你们试问。是。爹，爹，大家抓紧的啊，快快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班主班主，你看外面摆的还可以吧？啊，我看过了，基本没什么问题啊。不过你再仔细检查一下。哎，好，不能出任何的差错。好好啊，哦，快去吧。好。文老板，班主，今天呢有一个本地的富商赵老爷包场，请了一批当地最有名的公子富商，今天晚上演出卯上点，别出任何差错。这只要他们经常来包场，咱们的日子不就好过了吗？张兄，李兄，喝着喝着喝着啊！恩喜呀，
喝点。各位不要客气啊，十三。这演的什么戏呀？哎呦，你来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戏怎么那么闷呢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唱，来，等着打个音敲，翻个那种给哥几个敲敲。来，翻跟头啊！翻啊！几位不好意思，今天只有文戏，没有武戏的部分。呸！赶紧给我翻跟头！对呀，翻跟头！我要你做胸口碎石，喉咙断腔也可以。对，是。碎石，各位公子，翻跟头，我想你们来错地方了。对，这里是戏班，不是街上卖杂耍的。温老板，各位公子，你们都是贵宾啊，今天你们想看什么，那咱们就演什么啊。来，跳啊，来，大伙来跳。爹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没看到他们要闹事吗？你就别管了。爹，跳。爹，哎，罗姑娘啊，哎。不要，别跳了，不要再翻了。停！我就是要你这个贱戏子给我翻跟头。这位公子，你应该清楚，我们是先有剧目，你才来包的场。既然来了，你应该尊重我们的表演。我们虽然是戏子，但是戏子也有戏子的尊严。你这个臭戏子，你有什么尊严呢？啊？戏子就是戏子。求求你别为难我们戏班子了，别打了！哎，求求你们了！停手是吧？嗯，你不是很会演戏吗？演条狗给我看看，演呐！卑鄙，如春！你怎么来了？回家去！就算你们有再大的权势，怎么可以这样无耻，这样对待戏班呢？你，如春，你没事吧？把他带回家去。是，走吧。真是岂有此理呀！你不仅天天到外面乱转不止，而且还爱上这么个贱戏子。哎，你真算是把我们赵家的脸丢尽了！你，如春虽然是个戏子，但她品格高尚。跟那些公子哥完全不同。不行，我要去见他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早就看出来这个戏子看中了我们赵家的钱财，所以才对你死缠不放。如春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千金小姐般去奉承，更没有花过我一个铜钱。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，我们的爱不是你这种世俗的眼光所能理解。你说爹世俗？爹不在的时候，你没饭吃，你没有衣服穿，你能不讲世俗吗？你说你跟这么一个贱戏子，你有什么幸福啊？你什么是幸福？
只要能够与一个同样爱自己的人在一起，为了未来共同努力，便是幸福。从头到尾，你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声。你每一句对如春的反驳，不过是在嫌弃她的身份地位，知道吧？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戏子是什么？他只不过是为有钱人休闲把玩的这么个玩意儿。他是人吗？他连最低下的人都不如。我们赵家呢，在城里是个大户啊。你找这么个人当爹的女婿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所以你就要我嫁那般禽兽不如的所谓公子哥是吗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婚姻本来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呐。所谓婚姻，就是为了两个家族之间的利益。对我赵家而言，我不管谁，只要让我更加有地位，更加有财富，我才不听什么爱与不爱。你说如春是工具，你又何尝不是把你的女儿当成一件工具？如春是配不上我们，因为我们赵家的情操实在低贱的，任何人都赶不上我们。管家，马上把小姐关到她的闺房里。放手，小姐。吩咐，不许把她出来。什么？老爷，求求你。小卫，明知故犯，带着小姐到外面乱窜，一样受罚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。来，放过来，放过来。惨了惨了，这个月也白做了。如春。你的脾气也太大了，你干嘛要跟他们抬杠呢？你看看这一抬杠不要紧，自己吃亏了吧？咱们戏班的损失有多大？尊严，你又不是头一天登台，观众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，只要他们给银两，要哭就哭，要笑就笑嘛，这才是真正的演出啊。尊严，尊严，一个戏子的尊严值多少钱呢？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难怪人家都看不起我们，你身为班主都没有维护我们，还自贬其身，唱戏的怎么了？我们是给大家创造快乐的，凭什么就不值得人家尊重？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话，谁还会看得起我们？如春说的就是没有错，我们就是应该坚持，有尊严的演出才是真正的演出。梁公啊，你现在听温老板说话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看他的心思现在根本就不在戏班，早就跑到那个赵家小姐身上去了。哼，还是放手吧，这世上越是伟大的爱情就越艰难曲折，到头来还不都是一场空啊。啊，伤心痛苦半辈子，你何苦啊？人家千金小姐只不过是一时兴致才会看上你这么个戏子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不过那个千金小姐的模样给关上一阵子就什么都忘了，你再怎么苦吃缠下去，得罪了赵老爷，我可不想连累到咱们戏班啊，搞到我的头上。如春，哥，如春，你还不是为春晚着想啊？你这人呐，成天就想着自个儿。这人不为己，天不利。好了，大家赶紧收拾吧，收拾收拾。好了。这两个给我听好了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小姐出门，明白吗？小姐，小姐，开门啊！不要进来！小姐，不要进来！开门啊！别进来！小姐，开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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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弃吧，不要再坚持了，继续违背老爷的意思，你只会受苦。在戏台上出尽了风头，今天来讨什么便宜啊？郑老爷，我是特意来找您说清楚的。没什么可说清楚的，你说吧，多少银子？给你多少银子，你就可以不缠我的闺女了。郑老爷，我对焕娘是真诚的，希望你能成全我们。哼，你这种贱戏子只会装腔作势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爱情？郑老爷，我希望您能放下对戏子的偏见，
不要以不公的眼光看待我和幻娘之间的感情。你的花言巧语只能骗骗我闺女，骗不了我。赵老爷，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对幻娘的感情是真的呢？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把女儿嫁给你，你给我什么好处啊？你让我免费到戏园里看戏吗？谈什么爱情和幸福啊？你就拿上银两赶快离开这儿，永远不要再见我的女儿，把她带下去。走。是。赵老爷，你这么做也太卑鄙了。你当幻娘是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，不是你的傀儡啊。我告诉你，在这段日子你让我在城中丢尽了你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让你在戏台上永远消失，痛苦一百倍。赵老爷，让我见幻娘吧。走。你们松开我。戏院里看戏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段日子你让我在城中丢尽了脸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让你在戏台上永远消失，痛苦一百倍。这是我为你写的曲，你能听到吗？Thank you.
女儿。小姐，你上哪儿去？小姐，小姐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啊！我要出去，我要离开这个家，我要跟如春在一起。女儿，你说，你就为了这么个贱戏子，你把你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啊？我心疼啊我。一切都是爹你一手造成的，是你的门户之见拆散我们。看来你是非得要嫁给这个戏子了。除了如春，我不会再嫁他人。好，好，你尽管可以离开这个家门，你只要离开家门一步，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。如果这个家只是把我当成得到利益的工具，我宁愿永远不姓赵。你可要想清楚，踏出这个家门一步，我便不会再回头。少爷，别拦他。一生一世的，慧宁，你爹真的把你给放出来了，他会不会反悔又把你抓回去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看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，等事情冷静下来之后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。平常也是很少时间侍奉你们，这一次还要远行离开一段时日。希望伯父伯母不要责怪如春，一切都是因为幻娘而起，并非如春所想。幻娘，你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你们
都不要再责怪自己了。如春是孝顺的，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已经是足够有余了。是啊，在你们眼里，我们俩的身体是那么的不济，但是你们走了以后，我们会很好的照顾自己的，你们放心吧。啊，爹，娘。啊，如春，我看着你长大，知道你的为人，你的任何决定，我们知道那是不会错的。你如果有什么打算的话，尽可以放胆去做，不要牵挂我们，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。爹，焕娘，这些日子多亏你的帮忙啊，我们看见如春也开朗多了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好女子是很难得的，从今往后就托付你好好照顾我们的如春啊，你们能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，那能够这样，我们二老就心满意足了啊。一路上可得小心，哎，要保重身体，一定要吃得饱，穿得暖。我知道了，娘亲。等我们打点好一切之后，自会回来接你们的。不急不急，我们会等你们的，你们就去吧。哎呀，孩子。娘。起来吧。就在前面。累不累？哎，小心点。抓走了，现在关在大牢里。如春，如春，爹，子啊，娘，儿子，爹，儿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刚刚走，他们就来。爹，温如春呐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抓我爹娘？你犯罪潜逃，连累了自己的父母，你现在还在这儿惺惺作态，这是你干的好事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清楚。怎么，你还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试图抵赖是不是？大人，那天我包场看戏，你表演失误伤了我，不但没有道歉，还反过来怪我，还想打我。大人，嗯，你来评评理，应该要好好惩罚一下这等戏霸。大人，他在说谎。你还去赔人？那天明明是你去戏班破坏，还命下人对如春拳打脚踢，他受伤没告你，你现在反过来诬告他。大人，我是戏班班主的女儿，那天我也在场，我亲眼看到，就是黄公子逼害如春的。换娘的话千真万确。你是戏班的人，温如春是戏班的台柱小生，你一定会偏帮他为他说话，你说的话不可信。我的话不可信，
这个人的话凭什么就可以相信？你竟敢污蔑本官！你知道黄公子是谁吗？他是朝廷命官的儿子，你说他说的话还会有错吗？根本就是官官相卫，你们俩串通好了来陷害如春。大胆！你竟敢污蔑本官！是赵焕娘是吗？你爹早已报官，你在温如春的教唆下与他私奔。本官再可以加一条温如春你污拐良家妇女的罪名。是我自愿跟他在一起的，与如春无关。好了好了，这个问题我不想跟你追究了。不过温如春的父母是协助温如春潜逃，应该重罚。大人冤枉啊，一切都是冤枉的。我爹娘他们没罪，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们，我求求你放了我爹娘吧。大人，既然这样，黄公子也是宅心仁厚，既往不咎。不过你还要向他做出100两汤药费的赔偿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点伤要赔偿100两？大人，如春何来100两银子啊？赔不了？好啊，那我就以刑抵罪，我照样可以判你10年刑期，而且你的父母呢还要罪加一等。到那个时候，那就要看你父母能不能熬得住喽。哎呀，县太爷，哎，一切搞定。哎呀，谢谢了，谢谢县太爷。哎，不客气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请。我呢有一点小意思，啊，请您笑纳。我呀，还要好好的感谢黄公子啊。哎，你说他为了我装病做伤，谢谢了。哪里哪里。只要搞得那个温如春死去活来，嗯，不错，应该继续玩下去。事成之后啊，我一定让我的小女是冰清玉洁、完整无缺的嫁到你们皇家来，怎么样啊？好，你既然肯保证，那自然是最好了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好，我说啊，黄公子这招借刀杀人，把温如春搞得够惨的。我说县太爷呀，我琢磨着，你是一县的父母官，你说你动动脑子，把温如春直接下到大狱里，不就完了吗？是我们成了你的负累啊，如春，否则你不会遭此屈辱。要是没有我们二老，你和焕娘早在城外过自个儿的小日子了。是啊，爹，你没有错。要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让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。焕娘也没错，我们两个人相爱是没错的。可是我们哪来那么多银子啊？都是那个县官过分青红皂白，官商勾结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焕娘，你爹他又不是奸商，要不是跟我爹决裂，别说了，你们都不用担心，我会有办法的。班主，您看能不能先预支我未来演出的酬劳？这个嘛，啊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下半年呢，我会为咱们这个，再多写几个曲目，您就先帮帮我，这个不时之需吧。温老板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你看看，咱们戏班子刚刚花了那么一大笔钱，这才走上了正轨，已经是捉襟见肘了。爹，这些年如春为戏班攒的，想要帮他绰绰有余啊。班主，如果您不能全数借我，也希望你能尽量帮我，其他的我再去想别的办法。哎呀，你看吧，剩下这点钱还得给这个月的月租。爹，如春演出每次都是全场满座，他挣了多少大家都很清楚，他每次只拿一小部分，从来不跟你斤斤计较。但是现在他出事了，你不能只顾自己，他为戏班付出的成绩你又不是看不到，戏班没有他不会有今天的成绩。哎呀，你知道什么呀，戏班里的事情财政你知道多少？哎呀，班主，哎，温老板，温老板，你说说要帮我能不帮你吗？
可是现在戏班子里确实困难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班主，我求你了，帮某温老板吧，我们都会大力支持你的。对对对，温老板，我也很想帮你的。嗯，可是你知道我的地位低微，能力有限，一千半分的你也派不上用场，你不要怪我啊。哎，你，呸！到了关键时候，谁不是先顾自己？大花脸，你也不要生气，算我一份。如春，身为女子，我都得劝你一句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可得小心呢。如春，如春，对不起，我爹他太过分了。我应该想到他会拒绝，这一百两不是个小数目。这里有一些首饰和银票，你先拿去用啊。温老板，这些都是大家的心意，里面有我多年的积蓄，你就拿去救急吧。老张，梁工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这钱我不能拿。我欠的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不想让大家跟着我这点事儿一块受罪。哎呀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哎，谢谢。可是如春。如春，放的都是你最宝贝、最珍贵的戏服，不单是钱的问题，每一件戏服都有属于它的故事，充满了纪念价值，你怎么可以放弃啊？正因为有价值，所以才卖得出价钱来。看来把那些戏服卖了，还真没什么不舍得。就让那些戏迷带我去回味那些戏服里的故事吧。如春。哦，对了，我爹和娘亲怎么样？你爹他还卧床不起，不肯去看大夫。娘，你干嘛起来啊？跟你歇着。啊，爹，我们去看病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知道。过几天，病自然会好的。爹，我知道您不想让我再花钱增加我的负担，可是身体重要，钱我可以再想办法。啊，可是别说了，咱们去看病吧。我扶你起来。哎，黄公子叫我们过来收一百两钱呢。这两天我只抽到这些。十两。欠人多少钱啊？少这么多钱？这是二两。十两钱？住手！十两。算是练习，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了。走。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。定是欢迎高兴的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，不早回来呀？来来来，赶快为小姐沐浴更衣，
是。管家，做一顿好饭好菜，晚上我要跟闺女好好的吃一顿。是。爹，爹，我回来只为求你一件事。你是不是要求我那个下三滥戏子的事啊？如春被那个黄公子陷害，欠下巨债，不但他要受苦，甚至连他的父母也要遭到毒打。他已经尽力了，但数目实在太大。好，上次你是为了这个戏子离开了家，这次你又是为了他回到这个家，你把这个家当成什么了？那天我离开家都是一时冲动，爹，你可以原谅我，求求你也帮帮如春，这钱就当是我向你借的。这简直是笑话！他把我的女儿骗走了，还让我用大把的钱给他。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？你把爹当成什么了？哼！爹，只要您能帮如春，我什么都可以依你。我可以回家，我可以继续服侍爹。只要您能帮如春跨过这一关。你是为了温如春才到这个家里来服侍我的，我不稀罕你。我只知道，为了如春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即使要我死，我也不在乎。爹，小姐，我求求你帮帮如春吧。你死了，我怎么活呀，女儿？你知道吗？我用尽办法感觉她，就是想让你安下心来跟爹过好日子。可是你竟然为她去死！你说什么？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是我串通了黄公子，把你那个戏子让他欠下了巨债，把他逼上绝路的。原来是你设的陷阱陷害如春，你可真卑鄙。如果这句话是那个戏子说的，我还可以理解，但是女儿你不能这么说。你爹这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呀。戏子现在走到这一步，也是你造成的。你只要能跟这个戏子一刀两断，爹还会爱你这个宝贝女儿的。老爷，小姐，你还是回来吧。只要顺着老爷的意思，一切都好商量啊。小姐。你不要再坚持了，你回来吧，小姐，你不要走，你继续违背老爷的意思，你只会受罪。小姐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啊，小姐。我去吧。千金小姐毕竟是千金小姐，你不适合在这种地方取酒。你不是说过我们的爱情不会有门户之分吗？现实一点吧，以前我以为只要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在，就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。可是现在呢？你和我这么继续下去还能有什么未来？不会的，我们是有未来的。你走吧，只要你肯回家，你还可以继续过你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为你做的一切都不曾让你感动过吗？我感动过，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越是在这里受罪，我的内心就越是痛苦。
我连我的双亲都无法保护，我怎么继续照顾你？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承受了。你还是回家吧，我们两个人以后不要再有挂念。如春，如春，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对焕娘啊？啊，焕娘对你那是情深意切呀，能有几个女子能做到这样啊？焕娘是个好女子，你不能够这么对她呀。焕娘，伯父伯母会给你做主的啊。爹娘，孩儿不孝，这是我跟焕娘之间的事，你们就别管了。如春，如春，谁？